扫荡毒品和防止诈骗是总统蔡英文要求警方的重要工作。嘉义县警方18号配合着全台东部扩大人检，以优势的警力在民雄和水上两乡镇进行着闭锁式封城查查，总共查获了40件的毒品案。警方派着趁机在辖区内临检，这是18号暗时所启动闭锁式扩大临检。该县警方锁定山区、海区两个同大乡镇，民雄和水上来截屏。啊，毒品呢、啊、可以说是万罪之源了 啊。那蔡总统也有指示啊，就是针对于毒品一定啊要全力的一个扫荡啊，为无辜国人的一个健康还有治安啊，所以我们一定啊持续啊不断的啊一定要把它彻底把它消灭掉。根据了解，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，指示将毒品和诈骗列为着重要扫荡的工作。18号全台东部扩大人检，该县山区由民雄分局统筹，调派德佳和中部分局支援，出动67名民警，查获毒品7件、贩卖毒品2件以及2名通缉犯。海区由水上分局调度，炮组和布袋分局支援，出动82名民警，人检31处，路检8处，查获毒品14件，贩卖毒品1件。除了本分局、水上分局的警力之外，那也统合了啊，副职分局啊，还有布袋分局，还有警察局的刑警大队啊、保安大队，还有副队、妇幼队、少年队啊等等的警力，做一个大规模、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扩大临检。警方强调，毒品是万恶之首、万罪之源，加上暑假准备来到，将启动青春专案，持续加强扫荡，运用优势警力进行闭锁式封城查查，对第一线打击毒品的源头。细心考验，民雄之中采访报道。